啊，这是咧创啥啦？出干也有欢喜。爸爸吼，是咧看昨个报纸啦。嗯。你看，报纸顶面刊哦，咱文良啊，是咧高平正义的大律师咧，所以伊愈啦，对哦，风评有较好诶。是啊，我看觅。嗯。真难得，放海看，啊，破伊的相片咧，真难倒诶。迄是未到哦，文良佫遮尔熬装啦，衫裤配合遮尔好。 还是我家己配的呢？啊！爸，你都唔知吼。嘿。你的花是叔叔吼，拢是你的宝贝查某囝的作品哦。是哦。哎呀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呢，我这个宝贝查某囝吼，红色嫁了俩，遐尔个红妆啊，啊？那是当然的啦。爸，老三。嘿，老三，老三。老三。哦，进来，文娘，来，你看看。 哦，你昨下记者招待会啊，哎呦，遐记者哦，大家都甲你学落去。你看，遐相片哦，翕出来有够缘投的啦，我这阵就来个哦，甲我真光彩啊。是吗？嘿，我嘛无想到哦，他们会给我这么大的版面，一下子搞得众人所知的，我等到干嘛就拍谁？不得了了，我老公现在可是名人了呢。 以后啊，不打扮跟串头一点，那怎么行呢？哎呦，老婆，什么名人啊？不过就是开个记者会嘛，揭发不了商人成龙会的弊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谁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？哎，报纸上可是大大称赞你是优良律师，哎，你现在可是全民英雄、正义使者，哎，人又长得这么帅，说不定过几天就有人帮你创粉丝团了。 <笑>对了，老婆，今天商会会有个饭局，我要参加。晚一点啦，公司那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我会晚点回来。好。木鸟啊，你看下小辉，我有来往哦。我较早那唔捌听你讲过。爸，嘛不是啦，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哦，伫个商业界表现也袂歹，所以他们一直想要邀请我入会。我想想嘛好啦，加入商会之后。 这样就会多一点人脉啊，对我将来需要哈，会有帮助哦。嗯，不料，安尼就对啊啦。以你的行业甲外表，尤其是你的才华，以后你就去商会啊，你要竞选你处长，啊，到时啊，再来竞选民意代表，到时啊，爸爸会利用国企业嘛，会大头家踮你背后啊，甲你支持。爸，你真正叫我讲生笑诶，我哪才有能力啊？ 袂用袂用的啦，后你袂用的，有爸爸伫后边咧做靠山，只要啊，咱就通加赛啊，通你合作，无你做袂到代志，知影无？嗯。对啊，老公，爸爸都已经这么精心帮你安排了，你就听爸爸的话嘛，啊。放心，爸爸帮你选择的路绝对是一条康庄大道，你一定会成功。<笑>好好好。 一切都听你的，真可以了吧？嗯，我的老婆大。啊，就这样啊？哎，人家这么挺你，哎，不表示一下？爸在这边。他不管啦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嗯。爸，来，那我醒来啊。好。啊，再见。拜拜，干慢一点。 拜拜啊！乖查某囝，爸爸会讲这世人啊，做着上正确的决定，就是啊，替你找一个上届赞的红衫。嗯，是吼，多谢爹哦。我来向大家介绍，这位就是龙威集团的总裁张文良，张董事长。 文良啊，今仔日当时咱查甫伫遮食饭啉烧酒，我感觉无啥物气氛。我安排小姐吼，甲这气氛甲吵起来。来，大家不要捧起来，今仔日哦，大家啉无爽，啉无欢喜。林大，小姐来啊！好，林大哦，安排。来来来，文良，来，我听。来，林大来。林大，甲你介绍者。 这位是我新来小姐，你叫做莎莎。大家好，我叫莎莎。
变这么堕落，变这么庸俗啊？当着我的面，你还好意思在里面陪男人喝酒？你懂不懂羞耻？就只不过陪男人吃吃饭、喝喝酒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男人可以在外面找女人，我们女人不能在外面陪男人吗？更何况你又不是我的谁，你管我那么多干嘛？苏乔，你真的变了。以前我认识了你，温柔乖巧；现在我认识了你，不但搔首弄姿，而且还变得这么伶牙俐齿，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苏乔，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只是不希望我心爱的人自甘堕落，去陪别人男人喝酒。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在关心你吗？心爱的女人，我有没有听错啊？这不会是在说我吧？而且你不是也才刚结婚不久，你怎么没有在家陪你那个漂亮又有钱的老婆，反而来这边喝酒叫小姐呢？你们男人来这里花天酒地就是理所当然，我来这里赚钱就是自甘堕落，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？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我拜托你不要在这作践自己，不要再赚这种钱了好不好？谁需要你的臭钱啊？而且什么叫这种钱？这种钱是靠我自己努力赚来的，干你什么事情啊？怎么样，我就是自作贱不行吗？只要有钱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就算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我也 OK。 我想你也是吧，你不是一样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吗？嗯，连你自己的小孩你都可以不要了，所以我觉得我跟你比起来只不过是小菜一碟，所以请你在讲别人之前请先看看你自己吧。苏乔，你不要再逞强了，你放开我啦。我在你刚才说的话都是气话，以你的个性，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钱，你绝对不会到这种地方来赚钱的。这些钱你先拿着送我，求你，你要恨我怪我都行，以后千万别来这个地方了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之所以会来参加这个饭局，主要是为了我前途铺路，也许将来我会出来竞选商会理事长，从事一些重要的活动，甚至参与政治。你要知道，形象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万一让人家知道我跟你曾经有过一段过去，到时候流言四起，对你对我都不好，不是吗？张文良，说来说去你还是为了你自己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也不会去外面跟别人讲我跟你的过去，因为我觉得很丢脸。还有，我要做什么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关你的事，你也没有资格管。你说什么？陈龙会跳海自杀？心里你是说陈龙会自杀？你看起来他真的是反悔啊，用他的性命来代表他对咱的忏悔，是我该不是？不是安尼，你唔通去责备你家己呢？不是安尼，是伊家己选择的，生死由命。伊选择去害死别人的性命，才来结束家己的性命，这拢是伊家己选择的。只是，你爸爸的往生对恁兄妹的影响是足深的。不过陈良辉都已经走了，咱搁较侪的怨恨、甲责备，嘛拢已经无路用啊！伊一个走，所有的代志都应该爱煞了了。伊满身的罪孽，甲所有的恩怨，都对伊向大海流去，流去远远远，以后袂搁再来困扰咱的生活。
当讲个人作业，个人担。伊所做诶毋对诶代志，搁较安怎讲，都无应该互陈家斌来承担。即个代志，嘛无应该影响你对陈家斌诶看法。安尼，对伊是无公平。即马陈良辉已经死啊！妈妈是感觉放下，啊你呢？妈，但是因到这款地步，讲什么都无路用。我是不是一个人真济？我先离开。要让心仪原谅我，才会安尼做，真正是安尼。我哪有可能原谅我家己去跟心仪做伙？爸，为着你，我会当无爱伫我家己的幸福，我干那爱你转来我的身躯边，爸。